用15天当月满利拆机并全额退款，记住服务热线18050811299。今日节目9:30。天相图，手握相图，敢问相图，这里是相图温州。锁定收听温州电台对农广播为您带来的三农资讯节目乡土温州。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，农历4月初10，一周天气变化安排生产生活。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。温州市区和各县今天多云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。